学生在起浪，琴键在奔忙，聚光中你登场，挥动手中的魔杖，整个命运开始合唱。你为我清唱，像魔法花腔，让我衷心鼓掌。愿让你像提琴依靠肩膀，小吉他抱在我胸膛。左弯弯，右转转，画出优雅形状，相爱要忘了紧张，只会爱的方向，从此不再莽撞，相信也不再流浪。左弯弯，右转转，画出美丽辉煌，我们要震撼全场，只会爱去实现所有美好想象，你让快乐迎来太强，幸福大肆交响。我今天会安排这个专访，我真的是为了你着想啊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觉得什么事情你认为的是对的才是对的。你现在的意思就是觉得还是我的错咯？我没有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没有的话，你的态度还是一直在指责我啊？为什么你不骂骂那个记者？他当初跟我讲……好了，我们不要讲了好不好？这件事情就这样算了。老公，好了，我不想再讲了。我累了，我想洗个澡，好好放松一下。那我去帮你放洗澡水，我准备好之后再叫你。东西都不会被会议员说。阿珍，你确定吗？嗯。老公，我水放好了。你没有丢掉？我没有吃哦，我只是顺手捡起来而已。顺手捡起来？顺手捡起来就是舍不得丢啊。舍不得丢就是要继续避孕下去啊。你怎么不相信我啊？我真的只是顺手捡起来，我没有继续吃避孕药。如果你没有要继续吃的话，那为什么要留着？你相信我好不好，老公？我只是想说，这避孕药也是新的，都还没有吃过就丢掉，不是太浪费了吗？可以啊，你不觉得你理由太可笑了吗？你柯大小姐医院的赔偿金你不在乎，你会在乎这个？如果不是要隐瞒，如果不是心虚，你会被他藏着。我没有。要是我今天没有发现的话，你要瞒我到什么时候？我，其实你一直都在偷吃避孕药，其实你根本不想生小孩，其实你一直在骗我。我没有啦。没有？什么叫没有？那这是什么？柯远妮，你明明亲自答应我，你不会偷偷吃避孕药。你还主动跟我说你要生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孩，你一字一句的承诺，你居然偷偷的自己在推翻，还瞒着我，这算什么？你居然很好玩吗？
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都跟你说我没有偷吃避孕药，你为什么不相信我？你不要再骗我了。还是你觉得我王克凡脾气好心地好，什么事情都可以原谅，什么事情都不会受到打击？可燕妮，我会很痛。为什么就是不相信我？我真的没有继续吃避孕药。我想听，父亲之间只剩谎言的话，就没什么好说的。老公，要骗我！燕妮啊，爸真是不懂。你为什么老是要做出伤害克凡的事情啊？我真的没有吃避孕药啦。没有吃？没有吃干嘛留下来呢？为什么不丢掉呢？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卖艳泥了。事情都已经发生，现在最重要是找到克凡。找到克凡又怎么样呢？让他继续欺骗人家。艳泥啊，你晓不晓得被自己心爱人欺骗，那种心那种感觉是很痛的。我打了好几通电话给克凡，但是他虽然没有关机，却也没有接，所以我不知道你呀、啊。妈，我该怎么办？你帮帮我啦！我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就赶快把你老公找到，然后当面跟他道歉嘛。奶奶，好了，你别再叫了，你这样叫奶奶，奶奶有什么用呢？你就留着这个时间，赶快去把你老公给找回来呀。好，我去找。我也去。姐姐，你在看什么？哦，我在看你画画啊。小新，你在画什么啊？我在画最漂亮的莲儿姐姐。我真的有这么漂亮？嗯，你比我画的还漂亮。小新啊，你跟你 uncle 一样，就会说好听的话哄我。莲儿姐姐，你要看我的宝贝吧？什么宝贝？哎，莲儿。我要出去一趟，小心我就把它带给我妈跟我奶奶。你现在要出去啊？嗯，姐夫他不接电话，
所以我姐很担心，我们要一起出去找她。小鬼，去找猪奶奶跟奶奶。不要，我要跟漂亮姐姐在一起。你爸比他也要出去咯。爸爸，小新真的很爱他爸爸。是啊，我顺便送你回去吧。我在这边等你回来吧。不用吧，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会回来，我先送你回家。你姐还好吗？我第一次看我姐哭成这个样子，她的个性很倔强，很少在哭的，没想到这次居然为了我姐夫。你担心你姐？王克凡这家伙到底跑去哪里了？有什么不爽直接讲出来就好了，大男人闹什么别扭嘛。没事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打给你好不好？好，好，我们保持联络。
的人，应该也不会走丢吧？真要躲起来的话，谁找得到他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要骗我？为什么？你为什么要骗我？柯凡哥，柯凡哥，来，起来，你怎么在这？你起来，起来，你怎么跟躺在这？燕妮很担心你，她到处找你。他找不到我，你找到我了。他不关心我，他不爱我。柯凡哥，柯凡哥。都很关心你，我也很关心你啊。别说你难过，别再安慰我。
晚上都没有回家。你那边呢？有没有姐夫的消息啊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拜拜。昨天晚上就没有吃东西了耶，再这样下去胃会受不了的。吃不下了，奇怪他怎么还不回来了？我已经决定了，看我还是出去找他好。哎，燕妮，不要啊！你都没有吃东西，也没有睡觉，你这样身体会受不了的。你答应我，你先把这个三明治吃掉，吃完我就陪你去找姐夫。真的吃不下了，天都已经亮了，他到现在还没有回来，我不晓得他是不是在外面发生什么事，我担心，我还是出去找他。哎，燕妮，燕妮，你这样出去会危险，我会担心啦。让我出去找他，他到现在都还没有回来，你让我出去。燕妮，姐夫回来了，老公，你一整个晚上跑去哪里了？我跟燕姐他们一直在找你，找不到，快担心死了。姐夫，燕妮她真的很担心你，她昨天晚上都睡不着，连东西都吃不下。对不起，让你们担心了。老公，我知道我不应该把避孕药捡起来，可是你相信我，我真的没有吃，我真的没有吃避孕药。姐夫啊，有话就坐下来好好聊一聊嘛。你说的对，一姐，我想跟燕妮好好聊一聊，麻烦你给我们一些独处的空间。你不用太担心啦，他都已经回来了，我们聊聊就没事了。那好好聊一聊，不要太冲动。我知道，那我先回去了。一姐，谢谢你陪燕妮。别这么说，都一家人嘛。走了。哎，没关系，不用送我，我自己走。我知道这件事情。我们离婚吧。啊？我们离婚吧。因为我……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我知道你还在生我的气，可是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说的话？我真的没有吃避孕药，我真的没有。避孕药的事，是我对不起你。我跟别的女人上床了。你开这种玩笑干嘛？很无聊哎。我不会拿这种事情开玩笑。我是真的做了对不起你的事，我背叛了这段婚姻，对不起，我跟别的女人上床了，我没有脸面对你，我更不可能原谅我自己，所以，我决定我们离婚吧，我要对自己的错负责。你到底在说什么？什么离婚？什么跟别的女人上床？
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什么东西离婚？什么女人上床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对不起。你怎么可以这样对我？我吗？就因为我吃避孕药，就因为你觉得我吃避孕药就在报复我吗？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惩罚我？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伤害我？你怎么可以？你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我没有资格做你老公。我们离婚吧。你慢慢吃。哎，妈，你才没吃几口哎。哎呦，你姐夫一夜没回来，你姐现在一定很伤心。我哪有口吃得下？各凡呐，个性上很冷静的，处理事情也得宜。昨晚竟然不回家，肯定是真的生气了。放心吧，待会我还会再出门找，下午再进公司。姐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啊，是不是柯凡已经回家了？姐夫他已经回来了，而且说想要跟燕妮好好单独聊一聊。哎呦，柯凡回来就好了，让他跟燕妮啊好好谈一谈。经过一个晚上，他的心应该平静了很多。那好，那好，两个人能够平心静气的去讨论、去沟通，我想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。是啊。夫妻床头吵，床尾和，只要能谈就是好事。哎，这下我可以放心了。李姐，你应该还没吃早餐吧？一起来吃。哎，可是上班快要迟到了，我先进去换衣服，马上就出来。哎，可是你昨天陪了燕妮一整个晚上，一定很累。你现在又接着去上班，工作也不一定做得好嘛。不如你今天就请假在家里休息一天。好，哎，来了，先吃，没关系。丽姐呀，陪伤心的人呐、最费神了。我看你今天不要上班，留在家里休息啊。对啊，大嫂，你就听奶奶的话，不然哥会心疼的。好，我等下就打给钱律师，跟他说我今天要请假。谢谢。喂。妈，你不是说你吃饱了吗？我现在有胃口，不行吗？小伟，你怎么不说奶奶说话？奶奶都帮我泡奶奶给我喝啊。哇，那一天就可以收买你啊！你这小鬼这么势利，不知道像谁啊你？像你。我不愿让你一个人在人海浮沉，我不愿你独自走过。小伟，你怎么不说奶奶说谎啊？奶奶都帮我泡奶奶给我喝啊。哇，那一天就可以收买你啊！你这小鬼这么势利，不知道像谁啊你？像你。哎，你们不要乱说。小鬼，没你的事，吃饭。爸，我们可以一起去上班了。小新啊，今天宝宝比较忙，可能没有办法带去办公室。今天你就跟妈咪一起待在家里，好不好？
是啊，小心在家里陪妈咪，我下午带你去秋光大卖场，好不好？你可以找林月姐姐陪我吗？你想干什么？我想把我的宝贝给林月姐姐看。不行！柯伟成，你是要吓死人啊？这么大声干嘛？哎，你在穷紧张什么呀？吓人一大跳。小心的宝贝就是名片啊。哎呦，就是个名片嘛，那怎么样嘛？哎呦，这，来，过来。这个名片不能让黎儿知道啊。为什么不能让黎儿知道啊？而且那是我的名片，跟黎儿有什么关系啊？那个哥的名片啊，就是我以前用来把妹的道具啊。而且黎儿也知道，因为我就是这样子把他的。柯伟成，你居然拿我的名片去？好用啊，好用！哎呦，难怪的，小心拿着柯伟翔的名片说要找爸爸。哦，我也没有料到会这样啊。哎，你这是太过分了啊！你差点把你哥哥的名誉给毁坏掉，还差点把他婚姻给搞毁掉。哎，反正现在也没事了。哎呦，柯伟成，你6年前就拿着你哥的名片到处把妹了？当然不是啊，妈，你太小看我了。严格说起来，应该是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用了，8年了吧？啊！我真的对不起。哎，爸妈，你看他一个这不要脸的样子，输哪有理直气壮？哎呀！爸，有小孩子在，身教重于言教。哦，哎，伟成啊，你总共到底发出几张名片？会不会下个月就来了一打孩子又要入伙？哦，呸，大嫂，你这个诅咒也太毒了吧！小心这个，我敢保证绝对是个意外，这个意外千万不能让黎儿知道，要不然黎儿他老爸重出江湖，我就出意外了。小贝，坐，名片拿出来。不要，这是妈妈给我的宝贝。好，小心啊，那你要记得哦，祖奶奶告诉你的，以后千万不能把名片给任何人看哦。为什么？那个因为小新，你说那个名片是妈妈给你的宝贝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一直拿出来，到时候不见了怎么办？嗯，我不会再拿出来了。小新好乖，好乖。你呀，你这个叫做自作孽不可活。爷爷，什么叫自作孽不可活？小心，妈咪等一下再解释给你听。吃饱了没有？陪妈咪回房间。乖嘛。不会吧？这样就算解决了？不然你还想怎么样？不是啊，那个名片是个炸弹，哎，随时都可能引爆，我会被炸死哎。可是我觉得这样一直隐瞒下去也不好，这样对黎儿真的很不公平。不是哥你，你哥哥说的对哦。你如果真心诚意的想跟黎儿长长久久在一起的话，你不应该对他坦白吗？是我对他坦白，奶奶的塔位也可以先给我了。哎，你别。其实我看这件事情也没有那么难解决，既然黎儿是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存在，那你把她娶回来跟她结婚呢，不就好了吗？不行啊，奶奶，你这么早就想把我推入火坑埋进坟墓啊。我觉得你奶奶说的对耶，你如果想保住小命的话，真的要娶黎儿。你想想看，黎儿她爸爸真的再气你再恨你的话，他也不敢对你怎么样，他怎么忍心当他女儿当寡妇呢？是，柯伟成，我赞成你爸说的，而且只有黎儿治得住你。对啊，爱情诚可贵，自由价更高。不是，各位，你们觉得这样好吗？
好。当我没问。你要去哪里啊？我越想越奇怪，面包坊那么忙，丢小圆一个人，然后跑来这边玩，你到底在想什么、啊、你？我是在想，对，我们既然都已经这么忙了，所以当然要放松心情 ，relax 嘛，适当的休息是必要的，所以我们回去工作的时候才可以更加把劲啊。好吧，那只能玩一下下哦。遵命。怎么啦？把握时间啊。时间啊，说到时间，我也觉得是时候该问你一些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李尔，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？你这个人呐，没用了一点，花心了一点，白目了一点，胆子又小，还需要我保护。这些之外，其实还不错啦。真的吗？那你愿意继续保护我吗？我收到了 ，I got you。等我一下，你等我一下啊。假睫毛。伟成嘞，我实在是太有创意，太有才了，连我自己都快受不了我自己。我这一招能挡得住的人，大概都还没学会走路吧。我怎么这么幽默？小姐，帮我草莓加满。啊，小晨晨，你怎么知道我最喜欢吃草莓口味的？就多吃一点啊。
谢谢，谢谢。这是什么？草莓冰淇淋啊。你不知道我最讨厌吃的就是冰淇淋吗？你买这干嘛？啊？一个尽责的妻子也应该适时的送老公苹果，让老公开心。我喜欢你送我的礼物。那香甜，让你能保存多心。